好，又到了城市设计 Visual Basic 的时间了。今天我们要介绍这个主题叫资料库 Database，也就是说我们在 SQL Server，好，就是我们结构化查询语言的里面来介绍好我们所建立的资料库之后，我们在 Visual Basic 里面呢，好把它取出来，然后把它显示出来，或者经过修改之后再把它我们写回去的方式。接着我们来看今天的讲次，好，这讲次是第十七讲。 主题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资料库 （database）。Data Base, 讲授大纲有四个部分。首先，我们第一个部分，我们讲授资料库的构成的要素。好，首先来看资料库的定义。资料库为将一群有组织、有系统的资料加以收集，以最少资料重复的形式来储存资料。所以，资料库由性质相关的我们的档案集合。 档案呢是由性职相关的记录组成，那记录呢，则是由若干个相关的资料栏来组成。好，那在资料库中，资料存放于我们的资料表 （data table） 是由纵向的叫栏位，横向的叫记录所组成。使用者呢，欲是资料库存取资料，必须透过 DBMS，就是资料库管理系统 （database management system），就是管理与储存资料库。 档案的一个程式。好，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这样的一个表格，这、就是资料表格。我们刚刚讲说，我们纵向的就是一个栏位，横向的就是一笔记录，每一笔记录是五个栏位来组成，这样就组成我们的资料的一个表格了。好，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使用者。好，我透过刚刚所讲的 DBMS 资料库管理系统。 好，就是我们的 SQL Server。好，透过我们这个 Server 之后呢，我们就在 Database 里面，啊，资料库里面的资料表里面去存取我们所要的资料，最后传给我们的使用者。好，这是有透过我们的 DBMS 的。好，再来，我们在建立资料库应用程式的基本的步骤，第一个步骤，建立资料表跟资料库，在 SQL Server 应用软体里面建立的。 第二个呢？输入我们资料到资料表，也是在 SQL Server 应用软体中输入。第三个部分呢，建立 Binding Source 这个物件。这个物件呢，我们必须在 Visual Basic 软体里面快按 Binding Source 控制项两下，会在表单的下方产生一个 Binding Source 一这个物件。这个物件的主要功能是连接我们刚刚在 SQL Server 所建立资料库所指定的资料表。第四个部分，建立 Data g r a d View。 啊，资料方可显示，就显示我们资料集 dataset 的资料。第五个，建立 binding name g a t e r 这个物件，这个物件的主要作用是可以处理某一笔资料，就单笔资料的浏览、新增、修改，或者是删除资料集 dataset 的资料。好，第六个就可以撰写我们的 visual basic 的城市，就撰写城市码来执行。好，接着我们讲讲授大纲第二个部分。 说明如何在 SQL Server 中建立我们的资料库。在安装我们的 Visual Basic 2010 Express 中文版的时候，同时也会把 SQL Server 2008 Express 这个软体一起安装。所以，SQL Server 2008 Express 的软体可以供可以与我们 Visual Basic 2010 Express 中文版一起整合使用的。SQL Server 2008 Express 的软体是一套功能很强的。 资料库管理软体可以透过 VB 二零一零 Express 中文版软体来管理 SQL Server 二零零八 Express 的物件，包括有建立资料表、资料库跟检视表等。好，我们了解这两个关系之后，所以接下来我们用 SQL Server 来建立资料库。建立一个资料库的方法，应先收集该资料库所需要使用的资料表。比如说，我们刚刚讲过，这个资料表里面有产品代号。 产品名称、单价、折扣跟数量，总共有五个栏位。我们建立的四笔资料，这个就是我们的 data table。好，那我们在 v v 软体里面先建立 Windows form 这个专案，将此这个专案我们命名十一之一第十一章第一个范例，按主功能,主功能表的专案，选取加入新项目，再加入新项目的对话方块里面按服务架构资料库。 好，将新增的资料库，本来预设名称叫 Database 一点 MDF，更改名称为销售点 MDF 来命名。再按新增钮，会显示资料来源主态经营的对话方块。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画面。好，这个画面我们加入的新项目，我们加在十一至一这个方案跟专案里面。好，接下来呢，我们的范文贤服务架构资料库。好，之后原来。 Database 1. Datab 1. MDF 是易、e、设名称，现在我们改成销售点资料库。那这一个呢？啊，我们的看来列别服务项目的列别是用于服务架构资料存取的空白 SQL Server 的资料库，好叫 Database 1。好，我们把名称改变一下，叫销销售点 MDF 之后，按新增钮，好就完成的建立了好，在这个对话方块里面，选择资料库。 模型中选取资料集 （dataset） 之后，先按取消，先不要建立资料集。我们来看一下，在这资料来源主态经理里面，选择资料库的一个模组里面，我们要选哪一个资料库模型？有两个，我们选资料集之后，我们刚刚讲过，应该按取消，先不要建立。好，先不要建立之后呢？好，我们来看，经过我们刚刚建完之后，检视方案总管视窗。 好，那我们就会选新增的一个销售点 NDF 的这一个资料库，就是这一个了。好，接着呢，我们按功能表的档案选取全部储存起来，把十一四一专案储存，同时并且把表单档封 o r 万点 VB 跟我们资料库档销售点 NDF 同时把它储存。好，我们还没有建立哦，我们只是收集好资料、哦，建立完成资料库而已。好，销售点 NDF。 继续呢，我们要建立资料表跟资料表各个栏位的属性，根据所收集到的资料库所需要使用的各种资料呢，我们把它建立成资料表。好，我们先来看一下，使用 SQL Server 软体所建立的资料库，副档名就叫 MDF，就叫资料库档案的格式。一个资料库内可含很多张资料表，每一张资料表可以由数个栏位。 来组成的，比如我们刚刚是五个栏位的这个方式。好，我们这五个栏位的结构跟属性，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栏位叫文字，好，那我们资料形态是变动的 character，好，变动的长度，长度是五，它不允许空值，因为我们等一下产品编号可以代表名称、单价跟我们折扣等等。好，第二个产品名称是文字的，它也是变动的哦，它的长度是十五，名称比较长，它可以是空值的。单价是整数 integer。 好，可以是空值的折扣 discount 是倍准度啊 float 好是可以的，数量是整数 i n t e g a l 也是可以省略可以空值的。好，我们知道这个结构，就我们也知道属性之后，好，建立完资料库的结构，好，我们就开始建入资料。好，就是我们总共有四笔资料。好，根据比如说 A 零零零一 DVD 杀毒 g 三千五百块，折扣是零点九五，你买数量十台。好，第一个方式检视。 好，按减视钮，选取资料库总管，开启资料库总管的视窗，选取销售资料库，就是销售点 MDF，然后按右键执行重新整理。它本来是打叉了，好，啊，主要作用就是把十一之一专案连接到销售资料库，就这样它本来是打叉。那我们现在要按一个右键，然后呢把它重新整理。第二个步骤，在资料库总管视窗里面，按销售点 MDF 这资料库。 展开我们的物件，在物件里面我们要选取资料表 （data table）。在资料表按右键选取加入新的资料表之后，在右侧会显示设计资料栏位的一个视设计视窗。好，我们也看一下这样的一个方式。好，接着呢，第三，在资料栏位的设计视窗里面，将规划结构与属性分别叫资料行名称、资料型别及允许诺形态来设定的。 好，同学可以看一下这个地方，就是到底你允不,不,不允允不允许空制只有产品编号不可以，其他都可以的。好，那我们要把规划的结构是怎么样呢？好，产品编号，好，我们是文字的，好，资料形态是 variable character，好，五个长度，好，不可以的，好，分别要做五次的一个定义。好，设计完成之后要决定哪一个栏位比较适合做我们的 P key primary key，好，就主索引这个栏位。 我们要选具有代表性，而且又是唯一不可以重复的。然后我们在这个销售资料库里面，产品编号栏位设为主索引，因为它是不可以重复的，而且可以哦，它又是具有代表性的。所以在产品编号栏位里面按右键，快显功能表里面选取设定主索引，啊，会显示一个啊，就像锁匙一样，这个图示表示这个栏位是主索引的这个方式。 好，我们写完之后，同学可以看一下，这是一个主索引。好，分别我们写资料行的名称、资料型别、允不允许入。如我们刚刚说，只有产品编号不能是空值，其他都可以的。好，那我们分别建立好了五次之后，接下来我们要设定完成按组功能表的档案执行全部储存，将所建立资料表名称。好，资料库有若干个资料表，资料表这个资料表名称叫商品销售资料表。好，我们就把这个名称写上去了。 好，就按确定钮了，就完成了我们建立结构跟属性的一个画面。好，接着呢，我们继续要讲解，就是在 SQL Server 里面怎么建立我们的资料库。接下来，我们如何把资料输入到资料表里？我们刚好建立了结构之后，所以在资料库总管视窗里面，选取商品销售资料表，按右键执行显示资料表的资料。 因还没有就尚未建立资料，所以每一个栏位都是诺，都是空的。同学可以看，都是诺，每个栏位都是空的。好，之后呢，我们现在开始准备打资料进去。资料总管，好，再来看一下这个商品，呃，资料表里面总共有五个栏位。好，那这个资料表明在商品销售资料表，一二三四五个栏位，通别通通都是诺的一个情况。好，接着呢，按我们前述所收集到的资料分别介入了。 好，分别建入，分别建入完了之后，就完成好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个资料表的建立的。好，那这里没有啊，这里是我们就只建了四笔资料哦。好，建入完成之后，按主功能表的档案执行全部储存，就这时候真正的把所有的资料表格都建立在我们销售点 MDF 这个资料库这里面的商品销售资料表。好，接下来我们讲。 第三个大纲教授使用资料工具建立资料库应用程式。好，刚刚我们的建立的方式都是在我们 SQL Server，现在我们准备在 Visual Basic 里面。那在 Visual Basic 工具箱的资料页签里面，提供三种控制项的建立。第一个控制项叫 Binding Source，细节延时，第二个叫 Binding g r a d e v i e w 哎，Data g r a d e v i e w 资料方格解释，第三个呢，好叫 Binding Navigator。 细节浏览总共有这三个物件。好，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 BindingSource 这个物件，它主要的功用是这样的：连接资料库中指定的资料表，会产生 DataSet 的资料集的结构跟 TableAdapter 资料表配接器的物件。这些物件呢，可以将资料库的资料填入什么填入啊？用 Fill 的方法，好，填到哪里呢？记忆体的资料集，或者把记忆体 好，编辑完成之后，所有的记录一次写回去，写到我们指定的资料库。写回去用什么方法呢？Update 这种方法。好，这是 Binding Source 物件的一个功用。那 Data g r a d View 呢？资料方格检视，它物件主要的功用是用来显示资料级的资料。那 Binding n a m i g a t o r 呢？它主要的功用叫细节延时，主要的功用就是这样。它可以用来浏览啊，我们通常讲单笔浏览哦，新增一笔资料，修改或。 删除我们资料集里面的一个资料，好，这种方式我们就单笔浏览的方式。好，那我们先来，首先第一个建立 Binding 我们把建立 SQL Se Server 销售资料库里面商品销售资料表的内容把它显示出来。我们建好的在 SQL Server 所建的，如何在 Visual Basic 里面把它显示出来？第一个启动 Visual Basic 整合视窗，新增一个专案叫十一之一。好，第二个。 工具箱资料页签 Binding Source 工具，快按两下，会在表单下方。好，我们有几个表单下方的东西建立在 Binding Source 这个物件。第三个呢，在属性视窗里面设定我们的 Data Source 资料来源。好，我们按加入专案资料来源。好，同学可以看画面。首先左边的地方是我们工具箱的资料页签。好，我们写 Binding Source。好，我们拉到这个表单，拉到其实它呢在下方产生了 Binding。 1> Source 一好之后呢，我们在属性视窗里面 Data Source 这个地方，我们要按加入专案，好，加入专案资料来源。好，第四个步骤，按下加入专案资料来源，就显示了这一个资料来源主态经理对话方块。好，我们选取资料库有三层选，我们选取资料库之后按下一步。好，按了下一步之后呢，就进入我们的第五个阶段了。 会显示资料来源主态经理的对话方块。好，资料来源主态经理对话方块。好，这里有选择资料来源，我们按谁呢？新增连线钮，选取要连接的资料库。好，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新增连接之后显示加入连接对话方块，可以直接输入我们的资料库名称，可以直接输入。好，或者按变更钮，我们先按变变更钮，先来选取。 好，我们变更钮呢有三种选项，显示变更资料来源对话方块里面有三个选项，好，分别是我们的 Access，分别是 SQL Server 里面 c o m p a r e 三点五，5, 我们要显示是 SQL Server 资料库档案，好，简称 SQL Client，好，所以我们按确定钮，好，我们按确定钮，我们按确定钮之后呢，就进入我们的第八个第八个动作，显示加入连接对话方块。 好，这里有加入零接，这都要很快。我们按浏览这个浏览按钮，将建立在十一至一资料夹之下有个销售点 n d f 这个资料库。这个资料库之后，我们再开启旧档。好，我们浏览去找，找我们的，我们建立在十一至一之下有一个销售点 MDF。好，我们就按按两下，或者按开启旧档，都可以的。好，这是我们要打开我们的资料库的档案。 好，已经连接出来了。加入连接已经连接在这个地方喽。好，已经找到这个资料库的位置哦。好，找到了之后呢，不论我们资料库档案储存在哪里，加入连接都会把我们资料库的档案复制一份到。好，这个十一表是十一张，这个十一之一表示方案，十一之一表示专案资料夹里面。执行后呢，会把这个资料库储存起来，储存在好这个十一之一专案之下一个并。 之下，debug 资料夹这样复制过去了。好，这样复制过去，同学就不要担心说：“诶、欸，我的资料库到底在哪里的？”第十个步骤，我们要按下测试连线钮。好，这时候我们要按下去。如果可以正确连接资料库，就会显示连线成功的信息，好像已经连线成功了。好，所以我们就可以按确定钮了。好，我们的城市会找到我们的资料库了。好，我们就可以进行接下来的步骤。 按确定钮之后，会显示所选取的资料连接资料库的路径。按下一步钮，如果要连接资料库不在目前的专案里面，你按是的话，会把连接资料库复制到目前专案资料夹来，好就会找得到资料。我们通常会按是的一个情况。好，接着呢下一个步骤呢，我们刚刚已经加入连接了是的扭之后，会显示呢是否将连接字串。 储存在应用城市的主菜单。好，我们勾选合集方块之后，按下一步钮。好，通常我们建议像这个地方，我们按是好，我们将连接自串储存到应用城市主菜单。好，这个地方呢，我们请打勾之后，就可以按下一步钮了。好，第十二个步骤，主要的作用是，当按的下一步钮，显示要选取资料库物件的对话方块，勾选什么呢？勾选商品销售资料表。 好，我们商品要资料表五个栏位来组成哦，好，四笔资料哦，并且选取要包括的栏位，所产生资料表名称叫销售 data set 的按完成。好，同学可以看一下，选择你的资料库的这个地方。好，资料表叫商品销售，再按一下有没有勾它了？好，就商销售好，我们的资料集。好，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按完成了。十三步骤按完成之后，就在表单下方会产生。 销售资料及这个物件，这个物件主要的功用，截取销售资料表的记录，并在方案总管里面新增一个 A P P 点港 fig 应用城市的主菜单，销售点 M D F 连接的资料库，跟销售 data set 点 x S D，就是记录所连接资料库中资料表的所有栏位的一个格式，好，栏位的属性啦、啊，好，栏位的大小啦、啊、等等。 好，同学可以看一下这个销售资料集，右边的地方有 A P P config，好，跟我们的销售 data set 点叉 X D 的。好，接着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接下来在 V B 的环境里面，工具箱资料页签，好，我们的 Data g r a d View，好，这个工具，我们把表单推移到 Data g r a d View 方格，好，资料方格检视控制项。 把 data g r a d view 一物件的 data source 属性设为 binding source 一，啊，我们要拉到表单来，然后再找我们的资料。好，data source 好，找我们资料，找到我们刚刚所连接的这个资料库之后呢，它就会把标题显示出来了。好，这个 binding source 一，它就会把标题显示出来。好，这个地方呢，各位也可以看一下，加表示哦，我们可以显示的。好，减表示已经显示了。 好，我们要找到其他资料集的谁呢？这个销售 dataset 的里面的商品销售资料表。好，我们找出来之后呢，同学可以看一下，现在我们表单的地方就产生了我们刚刚资料表的标题的，啊，一个栏位、两个栏位、三个、四个、五个栏位的，同时下方会产生 table adapt 商品销售 table adapt 跟商品销售 binding source。 那商品销售 table t a b 的这个物件主要作用是取得销售 n d f 资料库里面的资料，并且把它填入我们说要把它填入到销售资料及物件中，就会显示出来了。好，经过了这个步骤完之后呢，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四个步骤，在 form i e load 这个事件程序里面，会自动产生我们的城市码。这个城市码的主要作用。 是把商品销售 table adapt 的这个物件使用 fill 的这个方法，把销售点 MDF 资料库的商品销售资料表所有的记录一次填入到我们的商销售 dataset 的商品销售。这主要的作用就是我们把资料显示到资料集里面，就可以把它显示出来。这是自动产生的哦，这是自动产生不是我们手写的。好，有了这样的程式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执行哦。好，这时候呢。 我们先来讲解刚刚的 Fill 的方法，它是读取资料表的资料，填入销售 dataset 等商品销售啊、哦、这个物件里面。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样的一个图表里面，就显示它整个的结果过程很复杂，程式很简单，而且程式也是自动产生的，好，并不要我们写的。好，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了解说，原来我们在 SQL Server 所建立资料库呢，经过这样的方法就可以显示在 Visual Basic 里面。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原来建立在这里。好，我们读取商品销售 table 大的，使用 fill 的方法填入哪里？资料集，然后用一个工具 data g r a v e w 资料方格解释，把资料显示在我们的表单上面，这是 fill 的方法。那如果我们要做 update 呢？好，把建立在 SQL se Server 销售这个资料库里面的商品销售资料表的资料先显示，再处理更新。更新有三个作用，有新增加入一笔。 哎，我们原来建立的要修改，或者我们不要的删除了。好，我们在表单上新增三个按钮，分别叫显示、分别叫更新、分别叫结束。其中更新这个作业，我们把 d a t a g r a d v i e w 一的物件编修更新之后，所有的记录一次写回去，写到哪里？销售点 MDF 好的资料表叫商品销售资料表，一次写回去。Fill 的、哦、是显示出来填入的，Update 是啊，我们更新过去的。 所以，我们一开始程式是这样的一个方。我们产生三个按钮咯，本来是没有按钮，直接显示出来。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程式嘛，这个程式嘛是第一次产生的。V 天秀是我们要显示一次，因为我们更新完要显示嘛。Update，好，这是 Update 钮。然后这个 End 钮，我们有三个，分别写完了之后呢，哦，我们要了解它的作用，什么时候做？第一次做，同学很单纯的，直接显示出来。好，那我们第二次要把产品代号叫 A 零零零三的。 商品价格调降为一五九九元，修改的时候在该笔记录里面，指标有像笔的一样图示，代表编修之后，但是你还没有存档，你还没有按更新钮。当按了更新钮之后，再按显示呢，它就不会有刚刚笔的一个形状。我们来看一下，好，我们原来啊是把它改成一五九九，这有个笔形状，表示我们还没有整个存档。好，我们按了什么呢？按了更新钮之后。 好，我们先要按按更新的时候，把它显示出来。好，之后呢，就会有，就会可以看一下，就一五九九了。这也没有比，新增一笔资料叫 A 零零零五，叫一斤呢，啊，一目二十二寸。好，那价格是四千块，折扣是零点九五，数量是十五台，也要按更新哦。按更新了之后，它就会显示出来。按更新了，再一次显示。好，这是我们主要的作用，就是说你更新完之后，马上显示出来了。 第三个资料库，我们管理系统使用 update 的方法，把 data set 物件的资料更新啊，有三种方式：新增、修改跟删除。指定的。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更新的方式。所以，销售哦，销售 M D F，好，这个资料库里面读出来商品销售资料，使用 f i t e 啊，在资料集里面 data g r a d view 把它显示显示荧幕。但是现在不是，现在我们是要把更新完之后整个写回去了。 所以读出来结果经过完之后，我们要使用 update 的方法，把在荧幕上、在我们主机上的资料集里面 update 写到我们销售点 NDB 这个资料库或 NDF 这个资料库了。好，接着我们讲单笔资料的编修跟浏览。好，在 Visual Basic 软体提供一些细节浏览，叫 Binding Navigator 这个物件，提供单笔浏览、新增、修改跟删除资料集内的资料。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工具箱资料页签里面有一个 BindingSource 物件，快按两下，先产生 BindingSource。好，产生 BindingSource 物件之后呢，好，我们就产生 BindingSource，在在哪里？在我们的表单的下方哦。好，那 BindingSource 物件的 DataSource 好，我们设为销售 DataSet，表示 BindingSource 一的物件可以取得我们资料填入销售 DataSet 的这个物件。 好，这个方式呢，跟我们第一个范例是很相像的，好，过程都是一样的。好，那分别我们建立单笔一笔一笔产品代号了，这就是标签，这个些都是我们的文字方块。最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一定要设定每一个文字方块控制项所要细节所要一定的商品销售资料表的单位，要做五次，要分别做五次。这五次的方式来看一下，第一个，这第一个地方就是我们。 要把产品编号 T S T P I t 所要资料细节 data binding，好，就是我们接接看了一下这个 data binding 的地方，商品销售资料表的产品编号栏位，好，那第二产品名称、价格、折扣、数量要做五次之后就可以来做了，做了做完了五次之后呢，好，我们就会在表单下方自动会产生了。 产生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来做单笔的浏览，产生商品销售，被它绑定受死跟商品销售 table adapt。好，那做完了，在工具箱页签里面，我们要加入好一个我们的 binding remogator 这个工具。好，这个工具就是在这个地方。好，那一样按两下表单下方，自动会产生 binding remogator 一这个物件，会显示工具列，这个物件可以操作。 销售资料集，好，就像这样子的一样，产生一个工具列。好，我们现在来探讨这个工具列啊。那这个工具列的主要作用哈，就是，但是我们在探讨这个工具之前，再看一下这个物件的搬运的属性要怎么设呢？是商品销售 （Binding Source），就表示说 Binding n e m e n e e Get 这个物件呢，可以操作记忆体商品销售 Data Set 的这个物件。 就是说，我们这个有商品销售，我们的 binding source，同时下方产生 binding navigator 一，好，找到了之后，商品销售 binding source 一，好，那这个工具最左边是前一步，接下来第二个上一笔，总共四笔，目前在第二笔，好，下一笔，最后一笔，新增一笔，删除记资料，好了。 那重点整理的部分，由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也请同学直接参照我们的三周刊。好，那这一个讲次呢，我们就介绍到这里。主要是资料库，我们在 SQL Server 里面建立资料库，在 Visual Basic 里面可以把它填入，或把它更新，或者单笔浏览显示了。好，这个讲次就介绍到这里，下次再会。